三姓譚，先生姓鄧。我啊，1973年嚟香港，因為咧，我先生個哥哥睇到柬埔寨個局勢好亂，好亂啊，叫我哋唔係好安全。咁佢喺香港啊，叫佢寫信叫佢過嚟香港。咁啊嚟到咧，揀眼鏡鐘錶呢度，近學生多啊，學校多。我一到咗未開張之前啊，一兩個月我買咗呢間鋪噶啦，咁跟住開張噶啦。我是这样用的，學生特別優待，25蚊連鏡片，整個大牌出去，好好生意，我價錢平，特別招攬咯。幾十年都熟客，有啲搬曬新界啊，有啲移民加拿大啊，九七移民緊張咪走嗰啲咧，咁啊而家仔女是配開，咁啊翻翻轉頭，暑假翻嚟配，暑假翻嚟我有曬記錄噶啦。我舊嗰股唔使再買咧，買咗成十年啦，跌咗啊嘛，冇錯，加價。以前買都唔使，以前買我覺得唔使。睇下都可以喎，好型啊，好啱添啊，就唔使教。好啦，舊嗰個好似薄，冇逼樣噶，全部裝唔入噶，冇逼變樣噶。佢有啲細碼就薄身嘅，而家唔出咁細嘅，好難裝啊，係，好難攞噶，蝕得多嘅，嗱，呢個啱咁細咗，啲再大。係咪到你咁大？係啊。三十蚊幾？三十蚊幾？收頭分啲啊，講。啊，好。本身我都唔識收藏，我登報紙請個人幫手啊嘛，請個職員，點知？一請佢就翻工，佢話係舊老細唔做，佢話剩好多貨。佢移民1969年移民嘅舊老細喺利敦道做一間好大間嘅，佢年紀大，退休移民1969年，咁佢73年我請佢跳嚟我市做，咁咪話佢老細好多貨，問我要唔要？咁我心諗係咁啦，好啦好啦，我先生唔買，我攞我啲自己買，我攞我啲知己錢，我話好啦。你拿嚟幾多少，我俾幾多少現金你啦。咁啊，裝去我住家。佢以前入啲貨好貴啊嘛，咁啊賣俾我1月1-2次啫。到我而家同翻得行街入新貨好貴，先知佢賣得俾我好平。所以我嗰個職員咧，請個職員好幫助我好大。原來咧，我入啲名廠架咧，先查到我舊時做嗰間嘢入啲貨咧，相差好遠啊！佢賣平俾我。不做那個呢，給了貨我才知道很舊很舊，現在升值很多，而且絕版添。明星買我們的款，他不是揀新款，揀舊時的，他不喜歡個個有的東西，石仔啦， Ray-Ban 眼鏡啊，舊時的大頭盔啊，還有興大頭裝啦，現在很多個行都不出的了，這些都不出的了。不想退休，退休好悶啊！做後生我好多退休曬，加租50-60歲都話加租加到做唔到，搬上樓上做做下都做唔到咯。咁我哋唔使加租啊，咁做好。除非眼鏡行冇得好撈，冇得好做，應該會繼續做，做到自己可以講話啊，好攰啊，好咩就咁就唔想做，即係暫時應該繼續做落去。